征途，世界琼红，长春冰雪新天地乔氏杯2024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超级分站赛长春站国际组第一阶段第二轮33-40场49-56场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有请运动员及裁判员入场。一号台 Table 1，来自于马来西亚李沙哈山对战中华台北钟前德，裁判员李雅芬。 Athlete Moore Rizabin Hassan from Malaysia, 钟前德 from Chinese Taipei, referee 李雅芬。二号台 Table 2，来自于蒙古格刚奥日罕对战蒙古达巴特德尔湖，裁判员张梦鼎。Athlete J. Ganorkum from Mongolia, D. Batderg from Mongolia, referee 张梦鼎。三号台 Table 3，来自于英国大卫李利对战来自于马来西亚谢书耀，裁判员佘真真。Athlete David Lilly from British, Dario Xie Su Yao from Malaysia, referee 佘真真。四号台 Table 4，来自于泰国瓦拉塔努对战来自于蒙古安德利格尔湖，裁判员郭强。Athlete Varatanu from Thailand, A. and Girl from Mongolia, referee 郭强。五号台 Table 5，来自于越南黄泰维对战来自于马来西亚谢晋豪，裁判员范文涛。 Athlete Huang Taiwei from Vietnam, Jeremy from Malaysia, referee 范文涛。六号台 Table 6，来自于蒙古巴策登丹巴对战蒙古达策仁巴图，裁判员周湘琴。Athlete B. Tedendam from Mongolia, D. Turnbat from Mongolia, referee 周湘琴。七号台 Table 7，来自于越南阮梦强对战来自于蒙古和冈图拉卡，裁判员李宁。Athlete Ruan Mong Chan from Vietnam, G. Gantular from Mongolia, referee 李宁。八号台 Table 8，来自于南非理查德哈里德对阵来自于南非文森特哈里德，裁判员张星星。Athlete Richard Holiday from South Africa,Vincent Holiday from South Africa, referee 张星星。九号台 Table 9，来自于菲律宾阿尔文巴贝罗对战来自于英国韦德摩尔利，裁判员刘法恒。Athlete Arwen Barbaro from Philippines, Wade Morley from British,Referee 刘法恒。十号台 Table 10，来自于越南裴德山对战来自于美国宁可，裁判员李亚蒙。Athlete Buduk Sam from Vietnam, 宁可 from United States, referee 李亚蒙。十一号台 Table 11，来自于英国阿凡达德对阵来自于蒙古阿巴图呼，裁判员王琦。Athlete Arvin Dead from British, A. Battle from Mongolia, referee 王琦。十
十二号台 Table 12，来自于蒙古奥瑙米，对战来自于蒙古到达木丁贾木奇，裁判员杜芷萱。Athlete Old Norming from Mongolia, D. Dumding James from Mongolia, referee 杜芷萱。十三号台 Table 13，来自于蒙古穆胡德尔莫河，对战来自于英国斯蒂芬艾利斯，裁判员冯雅琪。Athlete K. Mortenberg from Mongolia, Stephen Ellis from British, referee 冯雅琪。十四号台 Table 14，来自于蒙古赵安哈巴亚尔，对战来自于蒙古特拉布哈苏人，裁判员吕阳。SEZ Ahambayar from Mongolia, T. Labhasaran from Mongolia, referee 吕阳。十五号台 Table 15，来自于德国维罗尼卡，对战来自于俄罗斯弗拉基米尔，裁判员龙飞。Athlete Veronica from German, Vladimir from Russia, referee 龙飞。TV 台 Table TV，来自于蒙古俄佐布，对战来自于英国丹尼尔乌沃莫斯利，裁判员魏斯，助理裁判宋明明耿斯林。 Athlete E. Zabel from Mongolia, Daniel Wormersley from British, referee 魏斯， record referee 宋明明耿斯林。女士们、先生们，精彩赛事即将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你好，俄总。你好，丹尼尔。请双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 ，3, 2, 1, go。丹尼尔·乌莫斯利获得开球选择权。欢迎收看长春冰雪新天地乔氏杯2024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超级分站赛长春站的 TV 台现场直播。大家好，我是张庆勇。本场比赛呢是两位国际球员之间的对阵，画面左边来自于蒙古的俄佐布，画面右边来自于英国的丹尼尔沃莫斯利。比赛限时90分钟抢七，这也是双败的第二轮次。本场比赛也是今天 TV 一号台的最后一场比赛，明天上午9点。比赛开始，第一局丹尼尔·沃莫斯利开球。好，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局，英国球员丹尼尔
沃莫斯利。加利的开球，右边中袋进球，左上进球，白球在左边下方的位置。花色右下方一打一 K 没有打进，那再来看一下蒙古球员额左部，选球还是比较好选的，左上的单侧，伸向马甲，不要碰球。Ten seconds。好，选到，再来右中的四号球，看角度，还有一点点像画面右边的角度的话，可以高杆发力，弹一库。很轻的力量去打，但是打得太薄了，没有打进。我们来看花色，中袋打进，上方五号球中低杆下来，右中还有十四，下方九没有挡，正常交位啊，这个位置。关键是看角度，也就是打完之后呢，尽量不要去顶到对方的六号跟一号。好，打进，力量上有些轻啊，这个中袋还不好打了，下方看看要不要直接来九。还要打。还要打的话，下方不好避过就要 K 球了， K 了一杆，效果不好，红三这边也有点挡。来看看这杆球，轻轻打，增加难度，但是这个位置刚好是六号右下可以打的，白球顺势呢就把这个一号位置给它带开。10 seconds. 5. 打了一杆黄一。白球吊带犯规，自由球。Ball in hand。出杆小心，不要碰球，没问题。由 K 到黑八，解开了啊，这位置直接黄一，杆法低点上去四，中袋下来，
然后用四条一个左下方红三的底带，啊，一个中带的二号，很白球，我这球走的不好，四的角度有点偏大，嗯，看这个教位啊。看看白球的想法，推下自然弹起，要看这个白球在三号这个点位向上的一个情况。一勾，嗯，这个位置来看看啊，红三右上有打，二号中带是没问题的，二下来叫三，还需要从右上方去走两库。够直就往下推，右中。岩石。还是不算好这个位置，右中，第一局俄左不审，比分1-0。Thank you。第二局俄左不开球。两边中带炸进，白球在右上。选球，打薄了一点点，打进。再看啊，这里边七号的左下，
不好打，再看红三，红三要很准，轻推弹起才能叫到右下。延时，在比量上方的五号去借时，解下方的包边。没有接近。再来看一下花色，左下有一颗十四，推下来下方十二号右边底带，好，再来十二号右下。这杆球最好是可以用第一杆上去或者顶开啊，这个位置不要停在这个位置，因为上方球是比较多的。过来，过来之后呢，十五号的右下有一点点大角度，左边推两库。看白球，再看右边，右中，准进。而且白球左边吃到了中带的带角下来啊，一杆非常规的较位。再来九号右中推右塞高杆下方绕三库，好，减速轻轻打进，第二局丹尼尔·乌姆斯利胜，比分一比一。谢谢。第三局丹尼尔·乌姆斯利开球，白球开球吊带犯规，先后自由。先后自由球，单色选到。下来之后右边看不到，左边这里有一颗六号，来看五号这边有没有想法，这杆有想法的话
推一个比较强的中杆右塞吃库，上方可以奔着五八这里轻 K 一下。太厚了，打进上方的两颗边框的花色也是没 K 到，花色还不好去攻啊。十二号没有打进，推防一杆，打开，再防一杆。上方薄了一杆没有打进 K 到十二号 K 八右上，这杆还是有的打的。来看上手啊，上手考虑一下右边的十五号球，横向高杆呢可以 K 黑八，低杆这边可以 K 十三。好，选了个九，没有打进。薄红三右上，没有打进。翻了一杆也是没有，中袋这边有六，还是争取要调一个上方二号向左下的角度，可以打二左上的时候呢 K 一下四，
推到这个位置的话，拿二传的话，这个位置下方四还不好处理了。传了一杆，来看左边这个角度怎么样啊？高杆，好，打了一杆四。花色十五，十二号，上方再来十四，再看一下九号这边角度，再来，继续左上。看看位置，有点薄。看看白球，左两库，叫到右边。有点稍轻啊，左上。没有打进。上方传球，再来，向画面左边可以推点右塞，叫右中，上方的五号。角度大，继续的中高杆上方持库下来，这个位置力量不要特别大，因为有黑八，不要被挡住。点了一杆，直接右上，继续中杆横向的弹起。还可以八号打右上，叫到了右边，那么再来左。
左边选个带口。打进。第三局俄左不审，比分2-1。要用天药球杆化一切为可能。第四局俄左部开球。两边中带有球炸进，白球在右上有点贴库。这个位置选球还是不太好选的，左下也是长台。哎，看了眼九号，右边中带啊，没有翻进，没有翻进的话，右中漏机会。打一 K， 中带这边还有六号，看白球啊，横过来，二号有角度，下方刚好可以去带一下黄一这边。好，可以到左下再来。看下准度，继续推过去，红三打左下，没有打进，右边撞到十一。
看一下左上。清潭旗来看有没有挡住这个进球点。挡住。右塞扎杆。犯规了。勾到没有再碰库。看这样想法，选一颗可以 K 球。好，十三右边中袋是可以 K 球的，左边这颗需要先打掉。高杆 K 十。并没有 K 到啊，那角度不对。好，再来看这杆，十二号上去可以叫九，再下来，流向右下角度也能 K， 直接打这杆的话，就是可以考虑防守，上方有八九。直接做，但是没有挡住。红三能看到右下方没有带口，翻了一杆，也没有接近。好，再来，可以把十一打进。选一颗，打十向上，退两库。再推，白球走的有点过，这个力量有点大。那么左上方拼准度，薄没有打进。好，来看三号，继续带一点点左塞，轻轻薄的带口，打进自然打黑八，不进的话这边黑八斜向的去挡一下，做一杆斯诺克。看力量怎么样，挡住。
吊球。看左边带口没有挡住，右上再来，第四局丹尼尔沃姆斯利胜，比分2-2。第五局丹尼尔沃姆斯利开胜。左上过线扎进。过到开球线上方的球，再进到台面的任意一个袋口，啊，这一球可以盯两球次。花色九号，不好啊，顶到了红三。下方有12号，好，包进，包进再来，上方有13，一推一顶，二号顶正的话，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可以叫到11的左上，然后再打10号中带下来。再来，低杆一顶，双方再推，出杆小心啊，球杆不要碰红三。这个位置的话是有 K 球的啊，推一点点中高杆的右塞，车库向上，奔着8号跟15，轻轻一 K。这球顶八顶的太正了。翻中的这个线路黑八有点挡，防一杆，
10 seconds. 延时。防雷杆。再看十五，轻推了一杆，停带口，停带口上方有的打，中间就看看这个黄金了。看这位置，下方有颗黄一，十秒。没有打进。来看左下。挡住的话可以考虑右塞的扎杆。旋转不够。犯规了。那么一三这个位置可以先解决，下方的话留一颗四，叫八的右中。再来，上方三颗，下方一颗，左中，好，再来六号。再留下中低杆弹起右中，
打进。第五局俄佐布什，比分3-2。谢谢。第六局俄佐布开球，中袋扎进，看看下方左边的中袋。有一颗9号。好，低杆过来。这个角度的话，11角度有点大了。13，再调一杆，白球。这个还可以。这杆两边都有啊，右边12号，左边11。上方上去，左下方需要一个准度，出杆还不要碰球。太薄了。这个点的话，中间有一颗7号。没打进，没打进，下方再来看一下花色。角度有点大，轻推，然后右边的15角度会有点大，继续的高杆钻缝隙上去，这杆还不好打，有点后斯诺，太薄了。右下方来看一下4号球，而且这个右下底带是足以3号、8号都可以打，
主要就看看现在白球上方的黄衣。好，来看这个打四轻推呢，就是可以叫到黄衣左边的边空缝隙里打右边的带口，叫 K。 勾到有效果，看白球，还要薄啊，这个位置右上。再来，投一点带口，抵过来，好，轻推，然后红三右下。再推两库，八号右下，打的还是厚了一点点。14并没有带到啊，这杆12不好打了。 Have time passed， 比赛时间也过半。推仰一杆，在打包边做防守，红三稍稍打正点啊，轻轻打。再打包边，还是能看到。哎，下边要看看这个花色有没有贴库啊？
轻打，还是漏。一杆准度下来，看左下，第六局丹尼尔沃斯利克胜，比分3-3。冠军500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正红胶边均匀回弹，铸就一流打感，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制造好球桌，胶边选正红。乔氏金腿比赛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第七局丹尼尔沃莫斯利开球，右边中袋炸进，选球，右下方七号过来，看这个点，黄一还稍微有点难度，有点够。再来看四，继续低杆向上，打得非常厚啊，顶到十号球，二号还有的打，角度稍微有点大。准进，再来，左边还是有点够。打进。但是红三没有交到，顶到了15，下方再来看一下二号这个角度，右下低杆，没问题，再准一杆，八号的左下来看一眼，14应该没挡的，直接中杆右下方下来，没有打进关键球。
左下花色。十二再来，继续啊，中低杆往上走，然后看一下九号中带跟十三的过渡，调出一点点向上角度就可以 K 球。看这个九号很强的右塞下来勾道啊，有效果，有效果，上方十五还需要准一杆，继续的高杆吃库，调十一的左上，稍稍有点够，延时，换球了，十号打进，再来加杆，加长把，稍微带点低杆，边库弹起，把中带调的直一点就可以了，然后调一个黑八左下。十秒，看右中啊，杆法稍低点，继续准一杆，第七局俄左部审，比分4-3。第八局俄左不开球，
秒。右边中袋进一颗。七号。左边有一颗四。打雷杆借力。14K 到6，效果还不错啊，这样的话刚好是56两边。首先是打二号的右上啊。再把这个黄衣呢角度不要校成太大，继续的可以再下来。好，再来继续啊，要下一下低杆。这个案呢，三号跟六号都是有的。轻推，看右下角度。好，再推。再推。延时。左下。太轻了。有中。这个来看一下啊，13。好，继续的横向低杆。刚好 K 进。那么再来9还有。明显的有右塞啊，继续啊，右下方两颗。直接 K 到。下方时角度稍微有点大。看准度，打薄了，
看八号啊，不太够进球点，右塞的扎杆，右下角打进。第八局，俄佐布什比分5-3。第九局，丹尼尔·沃莫斯利开球。右上扎进。再来，这边能看到八号红三左下是有的，强行的低杆，但是没有打进。14右上有 K 啊，没有打进。中袋包进，好，白球下来。五号应该还是有点直的，看看白球，直接低杆上来，走过了。没有进，停袋口。14轻推防一杆，漏了一个红三，你打同样把花色这边解开。勾到
锤了一杆。再解球。勾到。十四，向下的角度。推一库下来，看下这个位置啊，十，后面十二的左下还是不好打的，来看这个位置，十号，啊，轻推一杆不进。直接漏给你，让你把这个位置打开。对，这边三号原来有，但是六过来了，现在没有。又薄了一杆，这个位置要看红三的左上，薄进下来。顶到中带没有，右上继续中杆右边蹬过来，继续左下方准一杆，太薄了，十秒，延时。稍稍的还有点犹豫啊。这个球右下方两颗是没问题的，左下十三看准度。打进，再来。右下不好打，上方中带先打一颗，
10秒。白球。再来。好，九号。好，选一颗。十号，主要看角度，有两个带口球。好，可以正常的推一点点中高杆的左塞，吃后一弹，左下方。第九局俄左布胜，比分6-3，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Time up 10 minutes。乔氏金腿比赛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大师经典，风华失利。大将运金。卓越品质，大显神通，一定乾坤。选台地，找球技。荣耀用天耀球杆化一切为可能。注重打杆，选奥斯本兹。钻皮头大师版，采用进口头层水牛皮，韧性好，弹性持久，颗颗精选，粒粒碾压，严格质检，世界职业球员必用的皮头，超级蓝钻，祝您夺冠。
冠军500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镇红胶边均匀回弹，铸就一流打杆，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制造好球桌，胶边选镇红。超级蓝钻皮头职业版，采用进口头层水牛皮，韧性好，弹性持久，颗颗精选，粒粒碾压，严格质检，世界职业球员必用的皮头，超级蓝钻，祝您夺冠。传闻上古时期，元神将六件神兵散落凡间，直到今天，兵甲现世。好干法，用兵甲。显神功，有中，六号扎进。选球。左边有一颗黄衣单色，下方中袋有一颗花色的十三，打十三呢可以一推一顶，然后看红三呢可以的话把十一再往下带一带，不行，力量太大啊，白球的分离角度变大了。看了眼十一。防了一杆，防了一杆之后，红三还是漏的，红三并没有挡住。
推了一杆，但是没有停带口，没有停带口。先来看十五啊，十五这个位置右中有，上方是可以 K 球的。好，来看一下高杆发力，顶到二号，这个位置也还能接受，后面可以叫到上方缝隙里，从左向右打。十号没上去啊，中带这边十四，可以到对方的球，角度大，一推下方还可以顶。并没有打进。右下方来看有五号，轻打弹起，留角度打四向上。看一下这个位置，左上。右边再来，往一推过去，二号可以打左上，但这个球往下不直。又调了一杆，啊，这个位置角度大，要 K 球。绕了一杆。否。吊带犯规了。要求一打一 K， 走的有点多，不好打了。再防一杆，白球位置坐上，接到，看白球，那就还可以防，打十二，白球右边贴黑八，但是十二号要吃库，打十二右边一点点的位置。5 minutes left。啊，并没有贴，那就还有的解。左上又挡了，那这杆是不是还要再防一杆呢？
斗了，双方有的打。薄进，选个袋口，右下双下，好，轻打帮一杆。那来看九号，十秒延时，九号拼了一杆薄球没有打进，下方带口八号。稍稍打歪了一点点啊，也是担心不要白球跟进。那么九号右上，准进，带口八号球。本场比赛是胜波的比赛，输掉的球员呢可以继续去败部突围。好，再次恭喜来自于蒙古的俄佐布。那么今天我们 TV1 号台的比赛直播就到这里，明天上午的9点不见不散。